本分局在昨日许接获民有里编号654号投开票所发生284张总统选票遗失的事件，那本分局立即派员封锁现场并扩大搜索，那在五楼的图书馆寻获一个纸袋，那里面有空白选票282张，那上有两张选票没有寻获，那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来扩大侦办。那经过查访相关人员以及过滤相关影像后，锁定一名郭姓男子涉有重嫌，那在下午将他具体到案，并依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、刑法窃盗等罪嫌来侦办。那本局将持续了解犯嫌的犯案动机，以维护确保选务工作的公正。